害死了你爸爸，在我面前还叫得出妈妈吗？给我滚出去！一个小时后，我们就要拆除这个地方。肉麻当有趣。蒲昌熙，你跟这个乞丐丫头在谈恋爱吗？不要对着无辜的人找茬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要去美国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你要保证吗？海珠，我们一定会再相逢，不管在哪里都要联络哦。这衣服是被海珠家人丢掉的，对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未来戏剧台《五月的情海》。